大自然吗？就是唐英禅寺，就是过从这边过去的。哦，上次我们有看过那个哈，有趣啊。就是这个什么法师，他曾经泰国国王有赞助他啦，应该是说他曾经落难到泰国，泰国的国王有赞助他。泰王啦，他们是有权利的、啊。当然了，他们很尊重他。啊，这介绍哪里的？哦，啊，就是老街那里的。对啦，这个是。哎呀，大部分人都是走这一段嘛，所以我就跟你说，从夹缝往上看。对啊。